因为我来台湾最早的目的不是发展咏春，那个时间很年轻，我很有兴趣在学校里面修我的学问，啊，文也修，武也修，修我的学问。那么偶然一次机会，也就是叶问的儿子，到了香港，从香港来台湾玩，我们在一起，他就鼓励，哎，香港给你玩好几倍的人都就功夫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现在你可以做台湾推广啦，没有问题。所以到了1975年。跟师傅协议的过程中，最会回味的话，最会的话，师傅在教学的时候，他会因个人每个人的那个体型，还有他个性，会来因材施教，并不会说一昧的要求你说一定要模仿他的动作来学习，他只是教导你一些原则，或是咏春里面的拳法，他让你能够在起手的时候能够很自然的来反应出来。 1981年，民国70年，考上文化大学美术系，加入学校的国术社。
隔年暑假再到师傅的武馆开始学习。那学三十几年的咏春拳，我觉得咏春拳最难的地方对我而言是防守，绝对不是像师傅初期在带我们拉板的时候常常会骂我放松那么简单，我不会嘞。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就是防守。那咏春拳最特别的，让我感觉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透过七手的训练，能让自己所学的功夫到后面呢运用起来。那这三十年来跟师傅练拳，我觉得感受最深的地方，就是师傅真的让我学到什么是功夫。蛮好几年前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要拜师，然后我玩那个方向的时候才发的路，我随便看到一个路人，哎，你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地址怎么走，然后就告诉我，然后我没想到什么，我就去那个地方，然后我跟一个外国人过手一下看看啊，他功夫怎么样啊，然后maybe 可能一个小时之后，结果另外一个人来，这个路的人就来，我问的人就是我师傅哦，所以我问的路上的人，我问嘿这个地方怎么走，是师傅，但是他没有说他是谁，然后我就哇。我的师傅他是从第一个从台湾从香港把咏春介绍来台湾，可以说是一代宗师。那他的教学像他在拳架教学非常的严格，那他在讲解拳流都非常的有趣，就是让那我曾经看过一段广告，很奇怪的广告啊，叫教授斜形雕手，斜形雕手是一门功夫，斜形雕手在香港推广的时间那个是梁家峰，那我就打电话，我说我要学斜形雕手，你帮我看的广告，他说可以没问题，我说你是广东人吗，他说不是，我是客家人，那你会讲广东话吗，不会，那你从香港过来，不是，我在台湾，我是台湾客家人，那我说既然你没有去过香港，没有，那我说你是骗人的，你怎么会骗人呢，啊，登什么广告叫斜形雕手啊，哎，你是不是骂人，我说我现在骂的不是人，因为人不会骗人啊。当年我18岁的时候，练了2年国术，结果在外面跟人打架，完全不管用。那在杂志上我看到了师傅对咏春的介绍，就凭着4个字“锻炼反射成精”，那么我就加入了练习咏春的行列，一直到今天为止。
很聪明的人，而且他做人处事除了非常圆融之外，而且他很坚持。对，那我很感谢师父一直以来对我的教导跟照顾，那也刚好利用这个次的机会，祝师父生日快乐。Boxer in 1998, I was doing Kung Fu in Paris, and this Kung Fu brother talked to me about a good Wing Chun master in Taiwan, and I was really interested to learn the real Kung Fu. So in 1999, I give up everything from France, and I come to Taiwan to learn the Sifu.叫功夫，高雄有人叫功夫，这都是因为我感觉他人品跟功夫都可以鼓励去他。他原来有一些不愿意叫，啊，那鼓励。我说你既然有空学了功夫，你不要说学功夫不是赚钱，叫功夫是把你我的东西给你，你的东西给下一代，下一代有缘有机会的做人下一代，才不会断根。才不断根，所以说人家哎叫功夫的时候叫功夫，我现在叫功夫了的目的是我把东西传给下一代，传给下一代。